大家好，我是田伟伟，今年9岁了，我来自吉林蛟河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录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雷锋精神是科学》，是我影涛舅舅写的。对我来说呢，雷锋叔叔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。然后呢，话也不多说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。